Sala.陪小叔，Up，陪小叔，陪小叔直播。发给你扫视。什么不播了？对，不播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噔噔噔噔，拜。干啥？骂我？一加一，一加一，卖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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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乖狗，卖萌，乖狗。你们不是想看狗狗吗？今天的老李在做一些特别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现在网不好，对不起。跟姨们打个招呼，跟姨打个招呼。你他妈往哪爬？你就是上半身趴没问题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卖萌，给姨们卖个萌，卖萌，卖萌，啊！搞，不是我镜头，是因为网太差了，我现在只有两个信号，各位同学，我擦完了，擦个玻璃。没事儿，他们谋过，他们也能看，他们不在乎。啥呢？你不是要看你吗？五月，别跟你爸玩了，你过来找叔叔玩一会儿。这个狗完全不 care 我。我是不直播，你们不是想看孩子吗？那个，后天。我一定不刮胡子，给你们看看。No，五月是大侄子，过来上来。你们吓着他，他现在不肯上来。你想看腿毛？你疯了吧？给你看点别的。先不不，五月，好狗，好狗，上来。他咋的了？他现在不行不行！哎，你吃牛肉，这是我的牛肉。谢谢美丽，给姨姨们问个好，问好，先问好，别动。再卖个萌，给姨姨表演节目，表演节目，问好，卖萌，能叫一声吗？能叫一声吗？喂，叫。叫，叫，他爹，哎，等会华生老师连我了。怎么样？叫，五爷，叫，五爷坐，五爷坐，五爷叫。对，把镜头就给他。对，no，对不起，华生老师，等我一李下。博文的狗，没事，我看他就行。你瞎的，今天是啊，五爷别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在朋友家喝酒，然后就是。啊。我们家小朋友，五月乖，过来。我要叫。哦，这不是你的狗。我要叫。对，是我好朋友的狗。然后他们说今天想看。我要叫。啊呜啊呜！他不是很开心。没有，他在要吃的。五月过来，过来，咱们骗姨姨们给你买狗粮呀，快！哦，说出来了。好实诚，骗姨姨给你买狗粮呀！咱们买个100块钱狗粮就够了呀，乖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五月说：“你还是小看了我，我从不吃那么便宜的。”五月，哎，你看有牛肉他就来了。你等会儿，你表个节目嘛，你给姨姨表个节目，让姨姨们给你刷个100，有点便宜。姐姐也行，那个让姐姐给你买狗粮好不好？怎么100有点便宜？不是100，咱不就是降低标准吗？100块，他好像不是很有吸引力。牛肉吸引的不行不行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孩子孩子，吃一个吃一个吃一个。吃完就走，吃完就走。没有吸引力的是你问本身。题啊！我喂你吃的牛肉，卖萌卖萌卖萌，
有快唱老师卖个萌，卖萌。他的那个表情我真是服了呀。这个狗就说你的手上稍微有点吃的，他可能还搭理一下你。你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了。五月，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这里所有的吃都是我的，你不要妄想别的其他什么的。你跟我们花城老师打招呼吗？无情甩脸。求你了。汪。哎，我是只狐狸，你好五月。他好像要跟我战斗。乖乖乖，没事，去吧去吧去吧。你刚才怎么下播了呀？没有，我没下播，我今天就刚给他们看看狗狗。啊，没下播吗？刚刚搜不到你。我刚播，我真刚播，刚播两分钟左右吧，也许就是。啊。刚播。坐好，你看。不是，我从我上播大概七点左右的时候，我就看在你在我的列表里。真假的，我没有播呀，我七点多被他们踢出群聊了，我被我的粉丝踢出群聊了，他们不带我玩了。不是，没说为什么你的群聊群主不是你、啊？我操！好，他踩了我一。花老师好。他好像在骂你啊，博文。骂你。他朝的是你好吗？你看看他的表情。刚踩了我一脚。他现在在看我，骂他，他说走了。你看他不骂我，他骂的就是你，气死了！哎呦，笑死我！五月，你乖哦，明天你记里，你还吃我的菜？明天记里要干嘛？明天季老师那个可能要，明天下午季老师要冲冲人气票，然后我呼吁了我们的小朋友要帮他加加油。对不起，我他是凌晨还是下午？下午。对不起，我现在有点儿俊可 too much。我一直以为是凌晨。啊，不是，今天这么早没有？今天上线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。那个我不行，现在此刻不行。对，我现在不行，那个东西出来我会被封号的。Shut up！ 我突然间好奇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出现你会？就是直播间不能出现的东西啊，不是八加一 OK 的，我觉得八加一是没问题的。打个幺零啊，懂了。Shut up！ 什么？长群众？没有。那今天是不是得整一局啊 ？C 姐，你不要胡说。我现在有点上头，然后你们胡说完了，万一我当真了呢？我们就浅浅来一个，我现在想放个水，你要不等我一会儿，然后让五月播一会儿行吗？我马上就回来。啊，可以。我比较好奇五月要怎么播这件事情。没事，他亲爹在这儿呢。C 姐，你好好的，你今天帮我一把，救救我，你给孩子买点狗粮吧。我上。好，你先去浇水。好的。爷。你看李博文走了之后，五月就很淡定。哎，你们这聊天里边的人还挺多啊，博文。对。你可以照着五月，一会儿你不小心，如果把那个冒烟那个东西照进来，他会被提醒。这么照显得我们鼻子很长。没事，挺漂亮的，就是有点傲娇。别，看我镜头吧。啊，他不愿意。5块钱愿意不愿意？你看，对主人还是很温柔的。博文老师来了，对不起啊，博文啊，你走了之后，他是一次都没叫过呀。意思是要骂我呗？你走了之后，他突然间变得特别老实，你知道吗？五月贼聪明，给多少钱吃他直播呢？他五月今天晚上他就是晚上带他出去玩一圈，他就可开心了。以前给到那个主人跟着。
月一块儿工作。他们不在五月的主任是谁？你其他都不在了。五月，五月，来来来，没事，花生老师，您说那个怎么着？哎，咱们要不要整一局？但是我得思考一下整什么，因为很难，就是有这么一次，就是你跟五月同框的机会。今天晚上我在朋友家，你秀秀给我点面子，不要让我干架。你什么话呀、啊？真的是，我能赢你再说吧。对，他们今天晚上就是快笑，你看他没有，因为明天晚上，因为安排大家明天晚上那个要帮季老师稍稍的加加油，然后就啊，懂了，我懂了，这是我的机会。再说再喝一个，这样，大家那个没事儿，你说。你别入境喝。明天下午，我的好朋友，哎呀，我的好朋友其实能给大家唱。你们有没有人认识飞龙吗？没事，好朋友唱歌这个吧，我觉得他不属于奖励什么的，他可以直接唱。他们一定有，他们看了咱们俩戏。没事，等一会儿咱们俩看。花少师，咱们俩先定个今天晚上的奖励好不好？我觉得这个奖励吧，就是我的你可以随便定，但是你的我已经想好了。我本来想了一个特别不错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咱们就降低一点要求。你说啥呀？我一开始想着想看你跟五月跳舞。我跟五月跳舞，五月可能不太理我，我没有主动。所以咱们换一个方式。你说。一会儿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手里拿着一个吃的，这样五月就会一直注视着你。然后跟在你身边，然后你对五月亲情表白三分钟。三分钟？嗯，没问题，可以，我 I don't care。可以吧？这个不难吗？嗯。我你看呗。咱们今天就是全自动，然后带上五月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真的给五月全自动可以。妈，狗生巅峰，真的是被一个老师表白。还有全自动，狗生巅峰。今天晚上就唱的有点突然，然后本来就是想跟他们让他们见见五月，没想到花生老师连我了。谢谢花生老师锤啊，真是多快乐呀、啊！是不是？没有，一开始你一直挂在那儿，然后我问他们，我说咱们是先找叔父玩，还是先找博文老师？他们说博文。然后我说我去搜一下，我说博文没在呀、啊。然后过两分钟他们跟我讲说博文上线了，我说他是被抬了吗？两分钟前不在，然后突然间上线。对，然后我点进直播间，突然间出现了一条狗。没想到对，点进我说李博文你怎么了？李博文 C 姐美丽，咱们就是说今天晚上加加油好不好？咱们带个队啊，来吧，华晨老师，我今天晚上充满了斗志，没事，跟五月表白没有关系，因为五月还挺乖的。好的，乖乖、嗯，挺好，我喜欢你这样的斗志。嗯，他现在想找小母狗了。嗯，等一下，你回来，五月，你先拿个吃的，拿你凑合凑合得了。行，那咱们先闭麦喽。嗯，好嘞，谢谢华晨老师。啊，来，我突然间唱这首歌的话。什么玩意？你们今天晚上就摆烂，咋的了？不用，你就是小朋友，只要你们在，小朋友就特别乖。五月今年正好一周岁了，他叫五月，因为他是五月生的。咱们给小狗狗买点狗粮吧，各位同学，就是咱们就是，各位姨姨们。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，咱们给小五月集资一下狗粮好吧，今天晚上我就这把完了以后我就下了，真的主打陪伴。怎么你们下午收我的红包林小三？不是什么，我跟五月表白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啊。美丽说啥了？我没看到什么，没收到。 C 姐我发了三个红包你没有看到，我今天晚上斥巨资在群里发红包，你没有看到？大家那个上上那个生气，你大家那个稍稍过一下加成好不好？过一下加成。萨姐就是五月这么可爱，就是能跟你们家小朋友做兄弟的，又不在你们群，你咱们就是今天晚上虽然是在 VIP 群里，
但是就是李老师的爱对大家，嗯，对吧，就是怎么说，哎嘿，谢谢美丽，谢谢丫头，咱们今天晚上集资给小五月买点狗粮好不好，狗粮就是小五月瘦的，现在已经一岁多了，现在体重才20公斤，有20公斤，你这个亲爹真的是，哎，这样吧，大家试试集资一下，看李老师今天晚上这个状态就已经特别开心了。哎，花川老师怎么压过来了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花川老师压过来？等一下，大家就是帮我上上票，今天晚上我炫一个，快点，就只有今天一个晚上。有你什么？你充会员，你别充，你充会员，我给你寄。真的心疼啥呢？别心疼了，五月过来给姨们，快大家期待一下加成比拼，大家一会儿有票打在加成上，好不好？五月过来给姨们说个 hello。快，今天晚上的狗粮，这下个月的狗粮靠姨们了，快，过来，宝贝儿，给你吃个鹌鹑蛋啊，不行，咸不咸？太咸了，那不能吃。姨们照顾照顾我们五月吧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没有吗？你打嗝可还行？朋友们，秀秀上了票，现在这个，把票打在加成上，好吧？五月乖过来，咋了哥，我在帮你征集狗粮呢，下个月的狗粮你好好的行不行，咱们上点表现分行不行，就今天一个晚上，你只有今天一个晚上的机会，只有一分钟，只剩最后一分半，哦他听懂了，只剩最后一分半钟的时间，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跟我们小五月上上狗粮吧好不好啊，最后一分钟了，各位漂亮的小姐姐们，小秘书，那个就是给咱们小狗粮，小狗狗上手，哇，谢谢我们美丽，谢谢萨姐，我要望一个，望一个，祝姐姐们，祝姐姐们今年望一个呢，宝子，宝子，求你了，求你了，最后是49秒。你下去干什么，你忘一个，你让姐姐们今年忘呀，今年姐姐们忘小哥哥忘发不发财，忘今年正发财呢，朋友，哎，忘死了，忘死了，忘死了，哎呦小姐姐们忘呢，就这啊，五月忘，谢谢丫头，谢谢丫头，谢谢丫头，林小三怎么了，不是我让五月准，嗯，我教的蛮好的。没有，他真的在忘，他就是会上项目。各位朋友，最后10秒钟，大家守一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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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守一守。给五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五月，真是增值狗粮。谢谢思姐，谢谢思姐，谢谢思姐的表示姐。咱们就是说，嘿嘿，花川老师今天晚上被我们拿下了，各位同学。虽然林老师今天晚上喝多了，但是很开心，谢谢大家。这样。李老师敬大家一个，好吧？好开心，越喝越开心了，可咋办呢？咱们就是虽然说这样，还是今晚，哇，萨姐怎么，萨姐啊？等一下，继续整。为什么今天五月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是今天晚上出现了，平时你都不出现呢？咱们谢谢萨姐，谢谢美丽，谢谢 C 姐，谢谢桃子。谢谢丫头，谢谢，哎，就是赵琳，谢谢小瑶子，谢谢悠悠，谢谢，哎，这是小可爱，谢谢博言博语，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把，我真上头不骗你们，不然我今天晚上不开直播。我们咱们把花生老师麦打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让花生老师久等。哎，等一下，麦在哪？在这儿。对不起，花生老师，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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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了开了开了，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刚才以为我在跟你对话，而且每句话都接上了，你敢信吗？说错了说错了，谢斌哥，斌哥你为什么在我上票时没有出现，真是让我接受一下。你在说什么，你在不是，那人就很开心，因为跟我好朋友在一起，然后五月，嗯，五月你不要再吃我的鹌鹑蛋了，你回来。他好幸福，他还有鹌鹑蛋吃啊。没有，我确实，没有，我没有喝大，我没有喝大，只是今晚会比较开心。他好快乐。C 姐，我求你了，今晚上不要开车，好吧？各位，大家方向盘锁死，就是这么说。
没有，今天晚上是要给我们五月买狗粮的。哎，你不要祸害我的酒。嗯、今天是五月的巅峰啊！改天可以让五月陪大家玩。五月真的很聪明，但他是个鸳鸯眼，他一边是蓝色的眼睛，一边是褐色的眼睛。那五月准备好全自动了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花生老师来吧，今天晚上全自动。你不要再偷吃我的东西了，你声音不要响。好了。真的可以五月吗？要操控博文来全自动。No， 不可能，今天晚上可以全自动。今天晚上我有朋友在身边了，我要面子呢啊！五月是不是？是不是不可能全自动？对不对？就是，嗯，不可能的。乖。所以由我来代劳。谢谢呢。看看鹌鹑蛋，啥玩意儿？看啥啊？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我们来整这个的时候，请博文老师跟五月进行表演。准备好了吗？随姐说的。小三，一口多时。够了好吗，朋友？花生老师，你确定不会亲到一起吗？就刚才那个距离。他不会。嗯，还好的。五月是一只矜持的狗狗。那博文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啊，现在有请我们的主角啊，李博文老师和我们的五月，准备好了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是我们俩呢？这是两位主人公啊。你踩着我那个啥？你现在要跟五月进行表演了啊，然后我要开始入了啊。嗯。准备好，根据台词啊、哦。五月五月不要动，博文全自动。五月五月不要跑，跑也跑不了。五月五月腿好白，博文这就来。五月五月还要来，博文往上抬。五月五月你别动，博文上下动。五月五月好有型，博文不会停。五月五月不要停，博文还能行。五月五月你别停，博文持久行。博文棒棒。我去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来，宝宝。五月五月你别闹，博文给你买狗粮。五月五月你别闹，博文给你吃鹌鹑蛋。五月五月你别闹，博文哄你睡觉觉。博文知道你不喜欢臭臭的味道，只想要博文抱抱，在我身旁瞎胡闹，快乐天天在围绕，永远不会有烦恼。那这就是小狗窝的嘴嘟嘟向上跳，心里砰砰在乱跳，博文知道你想要。五月五月拉拉手，你只能跟博文走。五月五月别害怕，博文给你讲笑话。五月五月亲一口，博文有鹌鹑蛋。博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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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棒。博文博文别走，也想夜里拉你手。五月五月别走，跟五月长相厮守。五月五月不要走，跟我们一起走。看着我们小五月，他是真的狗。飞姐，博文好，博文帅，博文帅的不像话啊，不画大饼不变卦，吵架不会说狠话。五月温柔又妩媚，比博文想象中的会，只要做好了准备，五月给你当宝贝，你喜欢的样子五月都能为你来打扮。年少不知五月好是你最大的烦恼，一旦拥有五月呢，招财又进宝。来呀来呀，博文，五月正在超神。博文博文博文，你是我的男神。五月你别这样啊，五月真的好棒。说五月看你这么棒，说肯定把你放心上。博文真的棒啊，让我心荡漾。看人家的动感公播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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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今日全场消费由五月全员买单，买狗粮，冲呀！说，好，他很同意是吧？买狗粮这件事。五月生气了，说：“花生老师，你怎么这样？”什么？他一定生气，我给他选错了一个对象。小秘书你在说什么？小秘书还是狗。你才是狗，你才是狗。五月，你才是狗啊！
知道了。哦，五云说华晨老师，五云，我们不是狗是不是？我们不是狗是不是？谢谢花生老师，今天晚上没事，把狗粮端过来的时候他会承认的。小五渊，你下个月的狗粮有着落喽，好不好？开心不开心？开心不开心？谢谢花生老师，好不好？鹌鹑蛋真的小了。谢谢花生老师，好吧，宝宝，宝宝，啊，谢谢，谢谢花生。你给这孩子喂几个鹌鹑蛋吧，他好像很生气。没有咸的，太咸了，他不能吃。啊、哦，也是。然后今天晚上，谢谢花生老师，我们小五也下去买几个不咸的，对不对？那只能给他来几个中共的，那只能有几个了，我的朋友。嗯，少喝点啊，博文老师。你别说这事儿、嗯，他们刚来的时候人都不知道。那个，我现在还能装一装。啊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回头就装不了了。怎么看起来就是不像是？等两个小时之后我再看你 C 姐，两个小时不可能。小鹿，你把你的 ID 给我改回来。我真是行啊，这边情报随时随时恭候啊。那我们走啦，博文老师，谢谢华晨老师，拜拜。嗯，好，小酌怡情哦，走啦。嗯，拜拜。就是说怎么了，费大川老师？哎，你们有没有看过费？你们有看过？哎，我只喜欢你。哎，你们有没有看《我只喜欢你》？谢谢灯泡。你家人之名。先待一会儿，你保留一下曲目。你的吉他可惜，你吉他不在。哥们儿，你要是今晚吉他在，没有？我在我一唱歌特别好听哥们儿家里，对不对？哎，小鹿，你真看过？真假的？你家人之名，那个哦，应该是《我只喜欢你》。费大川还是费大川，你们认识吗？还是庄北啊？费大川吧，你等一会儿，你们再聊会儿。以家人之名，庄小北。庄北。然后费大川，你们认不认识认识费大川的给我扣个一，好吧？认识费大川扣个一，你们别骗我。安哥，哎 ，C 姐，你怎么知道是安哥？哇哦，来宝贝儿。好开心。等会儿，大家，对呀，大家见谅一下，今天晚上就是咱们就是说。不准截图，不准什么不准截图？他们在录屏，哥，你别闹了。五月过来，宝宝。大家，咱们就是说，什么？咱们搜一下安哥老师，好吧？就是你过来，你别去卧室尿尿。你干嘛？他尿点在这儿。哎呀，真棒！五月刚才辛苦了啊，真的是辛苦五月那个。下一个狗粮那个拜了吧，哎，叔叔只能是叔叔，叔叔给你搞狗粮。咱们亲爱的安哥老师，安哥老师今天晚上没吉他，不然安哥老师今晚有吉他，就你们今天晚上可开心了呢。安哥老师穿睡衣，安哥老师没穿衣服，各位同学，我嘴哪瓢了？没瓢，好不好？你是为了宋威龙看的啊？了然，能看看吗？能看看 ，C 姐。咱们现在不支持白嫖，好不好？咱们就是那个送个小眼镜，安哥老师就出现。安哥老师就是胸无大志，你送个眼镜的那个。对，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个什么洗衣粉啊、洗衣液什么的。郭大哥，那个东西你上饿了么叫了行吗？你来这，对不起，他们刷眼镜了。哥。嗨。哎，你这个嗨真是一点不值钱，哥。他们直接给我挡住。你来这儿不是因为他们送眼镜了，然后这个你来我这儿，你来我这儿，宝贝儿。大家是这样，虽然我不叫宝贝儿，但是我们真是好朋友。我们不是 gay。你别说这话，一会儿容易疯了，大哥。会吗？会。好朋友们，嗨。你让五月站中间呗，就是咱们就是一家三口了，行吗？好吗？大哥，你知道酒洒了吗？我知道呀，刚才倒的这个。你知道洒我裤子上吗？不好看。没有。对。脸都红了，没有脸红，只是因为你们，就是今天见到你们特别开心。我们今天聊说，我说我。最近一个月直播，然后碰见一些特别好玩的朋友们，就特别开心。那个，咱们就是说别录屏了，小鹿，谢谢您这个 ID 就是博文老师的那个什么东西，然后我让我的朋友看见，我也挺尴尬。
对，就我朋友也没法证实这些事。哎，那五月，你知道你们知道吗？五月特别爱喝啤酒。对，两个人小森林，我没喝多。萨姐，萨姐，萨姐，您是这个萨姐。萨姐有机会给我们，安哥老师送个小眼镜吗？各位，咱们给安哥老师送个小眼镜行吗？咱们就是，你敢蠢蛋，我求你了，露露，求你了。那个，咱们 C 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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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，你看，咱们就是小要求不太高，哎。五月关，你别喝啤酒，你给我俩啤酒喝完了，我俩喝啥？你能待着吗？那个各位，咱就说我再播五分钟，行不行？播五分钟。C 姐，您说干什么呢？你说为什么老叫你名儿？因为你让我记忆深刻。你们今天晚上是刷个什么嘉年华？今天晚上我就不下播，我今天晚上干到12点，各位同学。但我吹牛逼的哈，就是，对，五分钟了，怎么着？你们要延时长，咱们得，哎，不行，我也不像勾哥那样，咱们就说，今天为了给勾哥拉票，我也是花了大价钱的。谢来月，你看我们俩人男孩在家戴眼镜，咱再喝一杯行吗？他和你的距离。什么最少？那我舌头还没捋直，我今天晚上台词贼棒，今天晚上是我演艺生涯的巅峰了，各位同学。佳慧人送腿毛，我什么时候佳慧人送腿毛了？你好好的，我谁送你腿毛了？没有腿毛，我全挂了。明天没有抢的红包，那个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今天问五月乖，五月，五月乖 ，no。C 姐，装备了。真送腿毛，来，我们亲爱的安哥老师是我的好朋友，安哥老师那个改天拿吉他给大家弹一弹。天哪，今晚估计真好了，不一样的大哥。没事，你别念了，我都不念弹幕了，我现在成长了，我以前老念弹幕，现在我不念弹幕了。关键我看不见。啊，你就是眼该死。这狗毛，大哥那叫腿毛，什么狗毛？送两鹌鹑蛋，谁家给你送鹌鹑蛋？咱们送也送什么鹅蛋什么乱七八糟？不是可以货到付款到付？你不是你误会他们了，你误会他们了，哥。C 姐求你了，好不好？你今晚带个队行吗 ？C 姐 ，C 姐今晚能不能带个队？这个不用看，不用念。嘘。对，我发现人生有时候就是别人劝。有些时候是别人劝我，现在是到了我劝别人的时候了。胡子刮了吗？对，我今天胡子刮了，因为今晚上有非常重要的朋友需要见，所以我今晚刮胡子了。C 姐，把握一下车队的那个方向盘，好吧？五月，那有啥呢吗？啥毛啊？啥毛也不能送。安老师一起擦个玻璃。安老师不干家政，安老师是咱们安老师是搞乐队的。我再撒个尿，你快点。为什么要擦玻璃？擦玻璃是什么梗？你等一下，各位同学，那个跟安老师解释一下擦玻璃这件事情是什么东西好吗？谢谢各位。等一下，大家好好的解释一下擦玻璃是个什么东西。我的第一次，直播就献给你了。你别献给我，你看这东西了，各位。我解释一下吧，什么叫擦玻璃？别让他们解释了，你们好好解释一下，别说一些不该说的。很阔呢，进去很阔。博文老师可以演示，别了，我们今天博文擦玻璃，擦玻璃是大哥，嗯，对，确实有点懵。安老师真的确实不太上网。行，等一会儿下了之后，让博文老师单独给我跳。你家博文上厕所去了，等一下，马上出来。
不，我是没有这个直播过，然后这是第一次，理解一下，我有点慌张。等一下，马上出来了，出来了以后他跟你们聊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什么来了？我尽量的让这段时间不要太尴尬。什么东西不用慌，都是自己人。这时候擦玻璃呢。你们就是在我的朋友的面前，能不能稍稍让李老师的就是这个小小的光环能够往上升一个 level？ 我发现一件事，我现在喝完酒，对不住，我喝完八加一以后，整个人会特别开心，好开心啊！大摆锤，我谢谢你们各位大摆锤，你们就是今天晚上咱就是谁也别活了，行吗？大摆锤。是这样啊，就是各位，我今晚上一直在跟安老师安利这个抖音直播这件事情，因为安老师吉他一手吉他弹非常之棒。然后，喵小姐，你能唱吗？各位，清唱吗？不，我能给你点伴奏。不用，我可以清唱。啊，安老师能进我们会员群？对，安老师进我们会员群花一个月花100块钱才进咱们会员群，我可以清唱，但是你是不是打那个 X Space 得刷进来 ？X Space 什么东西？马斯克那个叫什么？啥东西？那个星链什么的，就比大火箭还牛逼的那个。你可能是对抖音不太了解，就土是不是？以我现在的了解，就是那个东西我不认识。腿毛，别聊腿毛，行不？求你们各位。聊屌毛。你他妈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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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给大家道个歉啊。嗯，嗨，对不起啊，对，就非常好。五月乖，五月给姨们再表演个节目。五月能表演的节目，你们现在没法看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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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。那个让李老师过两天还能直播的话，就是大家，你好好的，一会儿封号了。你在聊什么东西？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两个，还有一只狗。谁姐，你带个队行不行？你把握一下方向盘，我谢谢你。大哥，我跟两个月了，没跟住，到你这折了。谢谢 C 姐，谢谢 C 姐。萨姐在不在？我小秘书在不在？哥子，你有抖音号对吧？你没有抖音号？没有，我一切的社交网络都是没有的。你抖音叫啥？你不知道？我有微信。我知道你有微信，你有微信，我不能在这儿待。大家等我一下，你能不能？怎么了，五月？没事。他修门口了。你注册个抖音账号呗，然后改天让那个安哥老师给咱们弹琴。安哥老师弹琴真的非常棒，我说实话，我在组里的时间都是安哥老师给我弹琴过。C 姐。No， 谢谢 ，I trust you。没有，我喜欢在你这儿唱歌。他们要想听，我也可以唱歌。没事，你上号了，你可以来我，你可以进我们会员群。我主要是想让你花钱。我还得花钱进你的会员群。我会员群是随随便便能进的吗？我们会员群是不是？我们进会员群，我们还有福利呢，对不对？会员群的朋友 ，VIP， 我的 VIP， 快说说话，我的 VIP。我们睡都白睡，我为什么还要进？你把嘴闭上，大哥，你把嘴闭上，一会儿他妈我封号了，你好好的，本来我就口无遮拦了，你好好的。兄弟之间睡一张床怎么了？感受我什么时候跟你睡一张床了，大哥？咱们也就前半夜喝酒的时候在一张床上待着。不是，各位，那个口无遮拦啊，各位，就是。对不起，萨姐，你稍稍控制一下局面，我的小秘书，控制一下局面，好吗？然后是这样，没有，我真开玩笑的，我们俩，大哥，你能不能聊点正常的东西？我一会儿掰不清楚了，他们听风是雨。没有，会员能把照片放一块睡。大哥，你先给我待一会儿，你别说话，我掰不清楚，让我掰一会儿。各种各样的刷起来，今天你好好，所有的料我都爆。我有什么料值得你爆的？想听他料的啊？就我们俩反正不是。等一会儿，你闭嘴吧，大哥。不是，各位同学，
税员没有税员，我们只有会员。大哥，你好好，我没有喝大，我真的没有喝，我发誓，我现在就相当于是一天喝了三杯柠檬水一样的清醒，各位同学。respect， 只是今天晚上这个光吧，今天晚上怎么着聊这种事情，你们上人是什么意思 ？C 姐，你稍微，你可以可以 ，C 姐你 C 姐萨姐，你们俩稍稍控制一下场面，好吧，让大家稍稍的，就是控制一下这个 happy 的小情绪，让大家沉淀一下，好不好？改天我是认真的说，安哥老师改天注册一下抖音号，因为安哥老师是一个酒后艺术家，哎，也不是。谢谢 C 姐啊，然后就咱们就说那个安哥老师就是不是酒后艺术，他就是个艺术家。安哥老师有乐队，安哥老师在表演这一块是我目前接触过的演员里面排得上 top 的。来线下看，你好好的，你别说话，你让我说完。来线下看 live house 啊，别看线上的这些了。你 live house， 各位在北京的朋友们，咱们在北京后面，你们别回头来线上线下逮我就行了，好吧，各位。我跟你说，在北京的我都不敢吱声，但凡有在北京，万一我哪天去外面喝，他们都知道我好喝，然后哪天去外面逮我，我啊，在北京可以一起睡吗？不睡不了，上哪睡去？你回家睡觉。各位粉丝大爷们，多多支持北京的乐队，可以陪睡。你上一边去，哪有你？别胡说八道，上哪去？对不起，各位。我们为刚刚的没有谨言慎行，我喝一个。我今天晚上喝的是那个玉米须茶，好吗？谢谢。没必要，各位不用蹲我，不用蹲我，我在北京不会出现。大哥，你们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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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两回事。在北京不行，在北京不行，对不起，大哥就是隐身，各位，大哥就是隐身。萨姐，你能不能帮一帮忙，就是咱们就是说你能不能帮一帮忙稳定一下这个场面，就是 C 姐，哎 Love you No。 我的朋友真是今天晚上为什么遭这个孽，我要开这个直播就为了让你们看一眼五月，看这条狗现在趴在那睡觉了。大家是这样，我特别认真，在哪行，在一会儿，大家是这样，我特别认真说一件事儿啊，那个安哥老师就是大家喜闻乐见，你们去搜一下安哥老师。第一是作为演员这个职业来说，我觉得安哥老师戏极其之好。各位，先不要开车好吗？听我废话两句，我没有喝多，我真没有喝多，大哥的酒量不至于的，不至于，真的是，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发红包了，你们好好的，好吧？安哥老师第一戏非常好，第二音乐造诣非常好，他那个吉他弹非常棒啊，真的没有人开车，真的没有人开车。然后我希望就是大家，你们有热情的话，我今天晚上，你们有热情我才能逼安哥老师今天晚上开个抖音号，让安哥老师回头有机会能在抖音上，他如果不想直播的话我也不逼他，如果他直播的话就让他弹弹琴给大家唱唱歌，他可以在我们这先过渡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没有喝豆汁儿，今天晚你没有喝，你没有领到红包。我今晚发了三个红包，四个红包，三个红包，好吧？你洗好了，你洗好了有什么用？各位朋友，哎，我们新交友名额，你洗好了有什么？你好好的，你控制一下，这个抖音不是非法之地，好吗？你各位朋友，快把我酒再洒了，安哥，你滚！什么东西？你不要给我造谣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各位同学，他真是助助兴而已。各位同学 ，C 姐，你不用弄。哎呦，刚才一个都没领到兴奋了。你说一边去，我下楼了啊、哎！我带狗下楼了，各位。谢谢续费的这位朋友，续费这位朋友是啥呢？你往咱待着，你这个人现在喝完酒有点危险。没有没有，我不是正常的关系，那个我们的性取向非常之正常。我对象一会儿回来。你别说话，三蹦子是谁？对不起，各位同学，我加一个连线啊。对不起，各位同学，我连到哎，三蹦子是我认识的朋友吗？他是什么即将登场？没有没有，只是今晚特别开心，然后我就说。本来说今晚不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没有，我刚刚那个有个连线的朋友，然后他连了我，我刚以为是我的朋友，然后我就接了，然后好像是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，没有胡说八道的。你要不来这儿，你要不来，你坐这儿吧，你坐这儿吧，你不问，不是坐那儿光不太好，坐那儿光有点邪乎，我好好的，我好好的。关键我今天好丑啊。不重要，大家也不在乎你的颜值。那倒也是。那咱们在乎的是五月。五月已经累了，我们腕儿，我们已经回房车休息。五月，让五月来这儿。五月去你坐的沙发上待着了。对，但是没有味道。这狗真的是会享受，各位同学。旁边是我对象吗？不是，旁边是我哥们儿。是。大哥，我求你了，你他妈干点人事吧，我谢谢你。我真的没有喝多，我李老师的酒量不是。李老师去泰国开演唱会的时候，旁边那个拎行李箱的那个就是我。他们知道没有人拎我，我行李箱是自己拿的。各位同学真的是胡说八道，他比我喝的多，你好好你控制一下。萨姐稍微控制，萨姐、C 姐，然后那个美丽在吗？美丽，我修修 look 一下。哎，美丽在，美丽在。各位同学，咱们就是明天一起，大家。还有小秘书，咱们大家一起支持一下季老师。明天，现在在好不好，各位同学？然后咱们明天下午，你们搜一下季李老师，明天下午3点准时看季老师直播。季老师3点到5点，然后季老师大家人气票可以帮他打一打。嗯。然后其他同学，王老师今晚组 CP 了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就是今天晚上来找，因为我们俩天天就没事在一块儿就耗，看看书啊，下下棋啊，喝喝茶啊。你说你吹这牛逼，他们都不信，真的，各位同学，就是8+1，好不好，各位？我对象就是旁边这个，咱们哎，各位同学，你看看，你把舌头，大哥你好，我求你了，我是不是就容让进了？好好，那摆一个45度。大哥你正常一点，你像个爷们儿行不行？你我真没有，各位真没有。一会儿他女朋友没关系，对，我对象就回来了，他女朋友就回来了，一会儿女朋友就回来了，好吧，各位。怎么没有就开玩笑，哈哈哈，各位喜欢就传。但是那个小秘书能帮谁能发个那个横屏的弹幕，就是季老师明天晚上的时间，小秘书能发吗？没有喝多，没有喝多，真没有喝多，真没有喝多。喝茶能喝多吗 ？C 姐 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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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 姐。萨姐能发那个横屏弹幕吗？没事没事，别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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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好有意思，念这个。你知道，我告诉你，我当初也是觉得弹幕非常有意思，我天天念。我天天念弹幕，你看看，得你又笑了吧？你别念，你别管他们，你不理他们，他们就不说了。不是，姐妹们，逮着这机会多发点弹幕，让我看看，让我尝尝新鲜。我第一次看，真的第一次，第一次。大哥，你别一放在这儿，你人家一会儿截屏了，我的不怎么解释？不是那个萨姐，萨姐，萨姐。安老师啊，我是博文的狗。你他妈闭嘴！大哥，你干啥呢？牛逼！萨姐，不是 C 姐。他有五月关吗？把嘴闭上。那个萨姐，萨姐，萨姐，好嘞，好嘞，你等会儿。我们是一个，好好，我们是一个，我们都是正经的艺人，多关注作品。你吹一晚上牛逼了，现在跟我说关注作品。我发现我不喝点，就是大家就是怎么说呢？哎呀，你边上的，你别闹了，不是。大家看了我和我们在一起吗？我也不跟你们说这些。我七月啊，你是七月，还没到，还差一个月，你好好的，好不好？你谨慎一点。那个萨姐能帮我飘个横屏吗？谁能飘个横屏？飘个横屏帮我说一下，那个就是季老师明天晚上的活动。小傲娇行吗？今天发不了什么。可以，那个谁能发？我也不知道咋能发，然后你们想想主要就是发一下。我背的是8+1，对，我背的是8+1，我干了一个。我这两天说要沉淀一下，只是因为最近就是特别想跟我的朋友。No， 没有，各位同学，咱们就说五月已经装死了，他累死了。今天美丽姐姐说，美丽姐姐为什么说不了话？美丽不能说话吗？美丽，干喝吗？没有干喝啊。
今天我们刚刚从北京第九名干到了北京第28名，一家三口。美丽除了送东西会很特别啊。OK， 说实话，我喜欢的狗是什么狗？三种吧，一个是那个，哎，小巴是，雪纳瑞，一个雪纳瑞，然后一个是，哎，我的脑子现在咋了？是真的是因为这个东西？河边牧。对，你们这脏东西别说话了，行吗？谢谢可乐，欢迎可乐，欢迎可乐。好，没事儿，对。萨摩喜欢萨摩，哼，等一下，你别动，我给你看一眼。哎 ，CC， 你换头像了，你为什么要换头像？小秘书，我虽然今天晚上就 drink some， 冯老师，我也不敢欺负，万一兵哥把我留在房间里怎么办？You shut up， 谢谢可乐，谢谢可乐的飞机。柴犬边牧犬马，歌酒两路横。谢小秘书。哎，我记得可乐经常，我之前看，哎，我是看兵哥直播吧，可乐经常在，是吗？然后你好好的，然后我。我前半年没有直播之前，然后经常会看到，因为刷抖音嘛，然后看到兵哥跟吉里，哦，是吗？在 Google 那儿？对，然后我经常看到，所以就行了，谢可乐。然后我说句你们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太，但我说是真心话，我也希望就是我勾哥还有兵哥都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这是我们真心特别希望的事情。但是因为很多现实原因，我们也许未必能实现，但是希望我们能够尽我们最大的努力。真的，我吃个鹌鹑蛋，但是跟其他的小动物没有关系，这是我最想吃。真的，这个老板们多关注作品，我们作为艺人可以跪下给老板们。你好好的去 shut up， 希望老板们多关注作品，多看看作品。谢谢小秘书，小秘书你今天晚上真是，我想表扬你呢，哈哈哈哈。哇，好新奇哦，第一次体验，对吧？其实很开心，是就是体验，就是跟朋友们在一起聊天嘛。就只要你觉得自由了以后，然后你做什么就是大家就等于是跟喜欢你的朋友们都在一起聊聊天，跟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，就是你觉得你对他们有好感，你就你放屁，这都是喜欢你的人呢。我喜欢他们。喂，so what？ 如果说是喜欢的话，哎，我该怎么说？这个用你们的专业术语。大哥，咱俩专业术语不是一样的？你在聊什么呢？就喜欢吗？朋友们，朋友，朋友，朋友。你说脏东西也行啊，喜欢喜欢。你说脏东西也行，你看都是喜欢，喜欢大，你疯了吧，朋友？喜欢大，那喜欢五月啊？你说是喜欢打一是吗？我们五月下播了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这些脏东西，好吗？各位同学，今天晚上不打 PK 了，好吗？我们就到此为止，然后跟大家咻咻小聊一会儿，我们喝喝酒。我感觉安哥老师也是意犹未尽的，好不好？今晚咱们就劝安哥老师能把抖音账号开起来，然后给安哥老师配把吉他。安哥老师弹吉他真的是很开心，大家一起上高速，哈哈哈哈，高速的方向盘在我们的手上掌握着，你们不要妄想了，你们这些脏东西。喜欢小秘书，你是看季老师今晚不在播吗？季老师跟我发抖音呢。啊，季老师跟我发绿泡泡呢。我没有开车，我是被动的，我只在把握方向盘。我特想说，各位老板们拿钱砸我，他们拿别人砸我都行，我不在乎。你们拿小眼镜啊，拿什么？不如菩提树下。我不会听这个歌，对不起。没事，四姐，谢谢大家。
然后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这样，就今天晚上真的是想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，因为今天见到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五月是我特别喜欢小狗，因为我之前帮我的朋友养了一只小柴犬嘛，然后那个柴犬叫哎，好像我不能说那个柴犬叫什么，叫沙漠。No， 不能说那个柴犬叫什么，它主人的，然后对，它主人是个男孩，各位同学，然后于老师今天晚上不播，各位同学跟他说一下，哦，没有事告诉我。是这样，这今天晚上确实是跟我的好朋友在一块儿，然后会特别开心，然后碰见了五月，因为五月是我特别喜欢小朋友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心吧。因为我昨天晚上播完以后，我直播间的朋友们说跟我说说，可能最近不是，也许是不太顺利，也许是别的原因，可能是让大家觉得不太开心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开心一点。嗯 ，OK， 到家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谢谢没说，因为我的直播间里现在有很多熟的朋友，也学新进来的朋友，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点一点关注。谢谢兵哥，不播，享受周末，我在外面滑滑板。兵哥，你要说玩滑板，我现在回家马上拿滑板，真的。开火锅。归根究底，我只是希望我的身边的朋友能够开心一点，只是这样，好吧。兵哥，我求求你了，在我直播间你能不能谨言慎行？等一下，我连一下我的朋友。兵哥能不能上线？让我们大家唾弃一下你。今天晚上不直播，然后在这儿胡言乱语。我不念了，你大哥，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？为什么不念了？你念的骗子，我咋念嘛？你告诉我，这个东西不能露，大哥会不会封号？这么严谨吗？他不是严谨，他之前什么去黑头美白都不让说。对不起。对啊 ，It's okay. 你给我来这套，大哥，你真是喝了。对不起。好吗？咱们就是因为是兵哥，咱们只是因为是兵哥，所以才说这些话。OK。没有关系，各位同学。管理看看吧，讲天，大家所有人，谁能在飘回弹幕帮季老师明天下午3点到5点的活动做个宣传，然后大家做个宣传以后，我明天就谢谢 CC。大家能不能飘不了？行，没事，谢谢 CC。哦，为什么飘不了屏啊？那个叫，那我跟大家说一遍吧，好不好？那个季李老师，大家搜索抖音季李。纪是纪念的纪，李是木子李，然后后面有一个勾一个 L， 然后纪老师明天下午三点左右会开始一个人气票的，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大家如果手里有人气票，明天下午三点，然后搜索一下纪老师的抖音，关注一下，然后帮纪老师上上票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纪，谢谢小秘书，如果能刷屏的话，就刷一点。因为我不知道咋飘屏还是这那的，抖音这个东西我确实只是播一，打了个啥我也不太知道。好，小秘书帮忙解答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。然后帮季老师明天打人气票，如果哪天有需要，我需要打人气票，我也会麻烦大家可以稍微帮助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但确实我最近也不是太懂，因为每次我抖音的东西都是问兵哥或者是问那个狗哥。OK， 好，谢谢大家。然后大家在我粉丝群的一群、二群和 VIP 群的，大家都稍微关注一下，群里面的指引聊天，好不好？你能帮助一下季老师？四姐怎么样？你要这么聊天，我要下了。咱们今晚不打 PK 好不好？咱们就是今天晚上给五月稍微瞅一下狗粮，下个月的狗粮。谢谢姨姨们喜欢我们五月。不是，我在俊克一会儿我就没法播了，我再播一会儿，万一我说一些不该说的可咋整啊？兵哥你不打 PK 打什么？怎么兵哥你守护我们包拿一下？我上厕所，我今天晚上喝太多了，我的朋友。你，嗯，我拍他还是拍我？你都行，拍我。Sorry 啊，扫大家行。你不用 sorry， 很棒。哎，不是，怎么彩色了？突然一下。刚才彩色是什么？是
安老师，你是不是瘦了？是啊，我操，减肥可费劲儿了。今儿本来没想着播，然后李博文说是，说今天晚上得播一下，怎么的，我就说了解一下。不是就。安哥快来一起玩，玩什么呀？播一下挺好的，没想到能在抖音看见了。没有，博博是我特别好的朋友，然后今天我们说在一块吃点喝点，然后就聊聊天什么的，然后他在播了，就跟大家聊聊天，因为我第一次接触这些东西。谢谢这个什么，我懂了，了解了。好的。我们一起演的那个我和我们在一起啊，芒果可以去看。大哥，这个东西是不可以啊，对，他们一直在说，我不知道，刚才一直在提醒我，说不要有这个东西。冰哥倒是，冰哥研究透透什么东西。那个都是不行的，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也不行。可以带特效啊，真的。那个大家是这样，咱们未成年的小朋友们，羞羞的，稍稍的。帮忙理解一下，然后成年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就以各自的理解，好不好？谢各位，大饺子啊，不太各位，没有，因为安老师是真的是，特别专注表演的一个演员，然后接触抖音只是因为我今天晚上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五月，所以才今天晚上给大家去直播了，乖宝贝。所以大家不要见怪，好不好？谢谢 CC。OK， 我就去放单。啊，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没人理你是不是？嗯？乖吧。五月特别乖。他从去年五月份，他是去年五月份生的，然后来家里以后就一直带他玩。没关系，因为你刚刚没有入境，所以就没关系。就如果入境了以后，那个也许会有系统。刚我一看都提醒我说那个不能冒烟，不能冒烟。没有，他们说弹幕没关系。然后如果有那种就是官方的弹幕出现，或者是系统提醒的时候，就是会稍微危险一点。那我们播的不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吗？但是这些东西就大家健康一点就啊，对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生活呀。对吗？我们生活就是这样的嘛。Okay. 我就觉得我们生活是什么样的，就让大家看到就挺好的。你们喜欢的博文，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跟你们。因为很多未成年的小朋友，就是说不能让小未成年的小朋友。平台限制。不好意思啊，耽误大家一分钟的时间。我会觉得，因为我们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人，因为我们就是很所谓的。真实傻蠢，就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就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所以你们喜欢的博文就是这样，我们的生活也就是这样，我们希望让大家看到我们特别真实的生活的。你让他们看看五月。对，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，兄弟，然后狗，然后喝一点点的八加一，是吧？对，我新学会的词。你好优秀呀！天哪，对对，你好适合抖音啊！快开一个抖音账号吧。我们新学会的八加一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我觉得证明了我们喜欢的人都没错，因为我喜欢博文，大家也喜欢博文，对吧？
就像他喜欢我，我也希望你们都能喜欢我一样。他喜欢的是女孩，他喜欢的是女孩，各位同学。别误会呗，没有没有，一张床，我们曾经睡过一张床，但是啊，与平台不允许，跟平台没关系。平台管兄弟睡一块，他管的有点宽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，玩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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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 we got it。给姨们打个招呼，快！算了，不逼你爷了。能能能能能。哪天你特别开心，给姨们拍视频，好不好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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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是大家去，no， 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生活中的一些需要，就是不管任何职业，我觉得任何人都需要有被治愈的那个状态。就是也许能治愈我的状态，我们能自我治愈的状态，就是自己去让自己神经稍稍麻痹一下，或者是跟自己朋友在一起就非常好了。今天各位看到的是一个纪录片，你上一边去，我老人那么记录。好吧，五月那我在朋友家里，然后这个五月是一只小边牧，然后是一只一岁的小狗，然后是朋友的狗狗，是安哥老师的狗狗。嗯，是这样。然后今天晚上上线真的只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五月，因为五月小朋友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。就狗狗是叫姨姨嘛，因为我跟你们是平辈的，我跟你们是叫姐姐妹妹啊。然后如果五月叫你们是姐姐或者是妹妹的话，那我不是，你们得叫李叔叔。哎，你们叫李叔叔好像也是蛮正常的一件事情嘛。哎，那就随你们了，好吧？漂亮姐姐，你们都是漂亮姐姐。七月喜欢五月吗？真的吗？认真的哦。李老头，下播了呀，各位朋友，下播了呀。各论各的，没有问题。下播了呀，就叫李老头的那个人跟我出来一下。哎 ，no， 不许吃我的鹌鹑蛋。好了好了，谢谢大家了。你们都是好宝贝儿，好不好？小秘书，你要尽责哦。C C， 你乖一点，还有小鹿，你们也乖一点，好不好，各位同学？我再给你们聊三分钟，我就下了，好不好？我到9:55我就下了。今天真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下五月，因为在群里面跟大家说一下。啊，大家不听不听，你们乱来，你们想乱来吗？各位朋友来，你我想看看你们能乱来成什么样子吗？你们要想乱来的话，我再喝一个。哎，但是实话实说，这种感觉好好啊。就是你能，虽然我没有胡说八道，但是你能打开很多的闸门，然后跟大家我眼睛红只是因为我到晚上以后眼睛都会红，这是我的习惯。怎么你啊，是吗 C 姐，我这样了吗？那、no， 我不会让你们上麦的，你们今晚上麦太危险了。你们要上麦我控制不了怎么办？今晚接华晨老师的麦是因为华晨老师跟我们比较熟，而且华晨老师就是娱乐有度，我觉得就我怕碰到，比如说你要说碰到其他唱歌主播今晚上没有戴耳机，没有戴别的东西，我挺害怕的。我要乱来，各位同学，我要乱来，你们今天晚上谁都跑不了。教堂里举行着婚礼。你神经病，你能不能唱喵小姐？真歌子老师喵小姐你们听过吗？喵姐是其实是歌子老师写的。喵姐是王老师写的。是喵王老师和喵。不能瞎说。我不管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只知道神仙。是前路好了，那我们这样，我点一首喵小姐，咱俩可以一起唱，但是有伴奏。对，唱一首当红歌曲。
也不是当恐他们未必知道这首歌，说实话。但是没有底啊，啥也没有。然后小秘书那个小娇娇，你就刷刷季老师的那个，这是结束曲。工作，对，听得见吗？你不来我这儿，你来我这儿，你真听不见？真假的？我都听不见。那些不回家的清早又湿了面，他们听不见。又会想起那个夏天，我在这喧嚣里把你寻找。人间人海的渺小间，给他唱一首歌好不好？他也像我一样睡不着，每天也想着如何吃饱，但他的眼神仍是那么纯洁，即使早已感到世间的浮躁。可是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？别让灵魂徘徊在那黑夜，我知道你不会迷失双眼，所以再见吧，再见吧，苗小姐，你不会理会我出现过的昨天，跟随那一缕阳光。就能找到最美的世界。改天给大家那个过两天那个我的卡声卡就到了。谢谢C姐啊，我知道了。说实话伴奏就很低，因为今天没有耳机。今天没有耳机，我太小了。孤独的人不会走出房间，现在也只是个美丽的谎言，谁能用心去体会这疲倦，诗人为了大海放弃了一切。太怂了。可是再见吧，再见吧，牛小姐，能否原谅那个招惹你的少年，别让灵魂徘徊在那。咱们有个完整的曲目表演，你是双眼，所以再见吧，苗小姐。好吧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那个就是怎么就这，我俩这样，你们还看不出来，那就是见了鬼了，各位同学。哦，是。哦，我知道王先平。哎，那咱昨天发私信了，好，特别好。搂搂抱抱，社会主义兄弟情，啊，没有社会主义 ，no， 这话不能说，这话不能说，no， 这话不能说，好吧，各位，然后明天下午三点，那个小秘书，明天下午三点，然后大家手里有人气票，帮季老师稍微打打榜，好不好？以后有时间我需要大家帮我打榜，我稍微会跟大家说，大家可以帮我打榜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 rare。Peace and love， 谢谢 C 姐，好了 ，C 姐、萨姐、小秘书，你们仨今晚上带队好不好？然后我今晚就下啊，你没照片呢？啥照片？你要啥照片呢？你们今晚发不了横屏弹幕是吗？他们要截图是吗？不是，他就是我不知道是管理还是啥东西。快截！我也不知道是横屏还是啥，就是他们能那个发一个横屏。截。我俩有什么好截的？没有必要。然后就是，没有不，小鹿你也可以带队，但小鹿你带的队，我现在此刻有些怀疑，好吗？好不好？然后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帮助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小姐姐啊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小哥哥，谢谢大家给我们五月的小狗粮，好不好？今天晚上，C 姐，我相信你了，哎呀。我不怀疑啊，有什么可怀疑的 ？C 姐非常 nice。你看 C 姐今天晚上没有口出狂言，今天晚上口出狂言也是我们两个。受不了，带队一起睡。No， 你不用理。不，我们睡不睡就是我们的私事儿。你上一边去，是你的私事儿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什么东西？好不好，各位？然后就。Say bye， 拜拜，然后各位这位那个安哥老师 ，Hello， 不用跟我装这个逼，然后你稍稍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，好不好？然后各位大家明天下午三点，季老师，然后小秘书给大家说安利一下，拜拜，好，谢